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你半时间来收看这个节目。我昨日有在介绍甘信夫，就讲这个话，伊讲唔好将囡仔搭收伫一个所在，互伊无转去，就互遮个囡仔甲一般好势囡仔难做伙。这种智能发育有较慢、学习有较慢的囡仔，甲一般的人在南做伙，南做伙有一个真重要所在，因就会互相三角学习，互相三角欣赏，这个是教育第一要紧的所在。伊讲哪会当安尼做，对囡仔开始到伫咱的社会、大学、各方面。咱的社会就会当真做一个和谐、家庭、疼心的社会环境，咱存在就家庭真济意义。这是甘心夫所得讲的一个理念哦。后来伊对随和安尼做，伫1987年伫高雄开一个六人启智中心。1988年，伊伫台南归仁的所在，伊办一个德兰启智中心。然后咱地当看出，伫伊努力的下面，1995年，咱的政府就通过一个叫做特殊教育法。哦，这个真要紧哦！1995年开始有特殊教育法，内底就做一个真重要的规定。这个规定叫做《零拒绝条例》。所谓《零拒绝》的条款，意思就讲，囡仔若有这个问题，要送去学校读册，学校袂使加以拒绝哦。所以咱得看，即马一般的学校有迄个启智班。启智班就是伫这种的条例下面设开，啊，将这囡仔扣来伫学校，用无同款的方法管教，啊，予伊下课的时，甲一般的囡仔会当留做伙伫学习。咱嘛会当看出讲，甘心夫搁再进一步，就是伫台南学家，伫遐来成立一个叫伯利恒基金会哦。伊设立一个伯利恒文教基金会，还有创办两个机构，一个机构叫做幼稚园哦，伊伫学家的所在，这个幼稚园号名叫做祖庙幼稚园，另外一个所在叫做婴儿发展中心，所以这个伯利恒基金会又设幼稚园甲。婴儿发展中心，啊，伊将这家己揽做伙哦，这就是伊的理念，伊在确信这个理念是对，啊，伊就安尼落实。伊收一般的囡仔收90个，啊，然后有40个囡仔，安尼得讲2:1，90个囡仔是好势，40个囡仔是智能发育。有困难的囡仔，伊讲开始在办的是，人敢若听到讲幼稚园内底啊，甲即个囡仔做伙，啊，真侪人就无爱去。啊，即马毋是安尼哦，即马是排列啊，拜托想办法要送去内底哦。甘信夫伊就安尼讲，讲即个教育若伫学界成功，伫其他的所在拢无问题。即马有真济家长啊，真爱送囡仔去伊办的即个叫做祖母幼稚园，啊叫做婴儿发展中心，是安怎安尼？因为知影甘信夫伊的理想、伊的目标所在做。唔单是安尼，伊一直伫杀的一个原因，就是讲唔通将这囡仔家己分类出去，因为互因做伙，因得感受到生命是一个分享甲欣赏，分享甲欣赏，唔通互咱的生命用来伫做竞争。生命教育若是伫竞争，这是非常悲哀，也造成社会
这种的怨妒甲冲突的一个诱因，咱就会当看出讲，其实这个观念伫倒位正贴切，应该就是伫芬兰哦。芬兰伫现代科技其实嘛真进步，台湾人有人食头路去到伫芬兰的所在，啊去的时阵语言拢袂晓。嘛，无法度捌因的文字，啊，囡仔送入去国民后四年读册，咱差不多无法度想象哦。咱台湾的移民去啊，落尾就真深的感触在讲这个代志。伊讲伊的囡仔一个入去读册，老师头一日在介绍伊的囡仔，互大家熟悉。伊讲一班二五个囡仔，老师在问。咱今仔日大家来帮衬，咱这个新的同学，伊对远远台湾来，唔知咱新人要怎做，伊会帮衬，大家囡仔拢举手。啊，唔但是安尼哦，老师得开始分配，这是困难。伊开始分配，这礼拜什么人怎做伊的朋友，这礼拜怎做什么人怎做伊的朋友。啊，这做朋友的就是要教啥？教这个对台湾去的囡仔。讲芬兰的话，这个真多伊的朋友的囡仔，就是逐日学校那下课，啊，得陪伴伊，啊，转去伊的厝，真多伊的朋友，啊，到一个时间，啊，是大人来接这个芬兰的囡仔倒转去，逐日拢有人同学在做这个代志，然后老师在将什么，将因的。上课的速度达慢落来，为着要予这个台湾去的囡仔会当较紧来学习，啊，对大家人听都对会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甘心夫所在提供的理念。我想，这若伫咱台湾，咱台湾拢在教竞争，因为在教竞争，拢会去排名顶。啊，结果就会发生什么？就发生人甲人中间怨妒、嫉妒啊，冲突就那么大。但是咱看芬兰，并不是安尼哦。甘心夫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在讲融合教育。伊讲，互咱大家囡仔拢会当男男做伙，这种的融合教育。不过，咱台湾是分做前大班、后大班。啊，那伫我的年代啊，1960年代，咱叫做升学班、放牛班，这拢是一个教育上大的错误。咱即马还阁有迄个叫做资优班哦，其实这拢是教育真。无应该有的观念，有这个观念，前大班、后大班，都都在表明咱的社会在分裂，教育已经在造成分裂哦。我印象上深刻的一件代志，在台北有一间国中叫做红道国中，捌有一边啊，1980年的时代哦，我未记清，确实对一年，不过迄阵是阿扁啊。甲贾中廷两个人做台北市议员的事，红道高中就是有一个囡仔哥，迄、那个国中二年要升起去三年，成绩差0.5，变去伫后段班。这个囡仔为着这个缘故，无爱去学校读册，老母无论安怎搭劝，伊拢无爱去，伊讲去会互笑，同学会甲伊笑。所以囡仔见笑无爱去，伊去找校长，校长讲我无法度，我得爱顾学校的升学率。那无我这个校长无法度伫这间学校继续落去。伊去找阿扁啊，去找贾中廷，因两个嘛无法度甲伊帮忙这件代志。这个老母就用白布啊披伫身躯顶。坐伫台北市议会，当时台北市议会就是中山南路、中孝路交接的迄个边啊，就是监察院对面的所在。后来，伊坐伫遐来表示抗议，毋过嘛无解决伊个囡仔的问题。后来，伊就伫台湾当时三大报纸刊第一面，
第一版刊一个广告，迄、那个广告就是讲，予全国后段班的父母一张公开批。迄、那个公开批哦，我看了感触非常深哦。伊讲，咱的囡仔伫后段班，咱的囡仔袂当出国，可是咱的囡仔就是留伫台湾，伫台湾伫打拼。遐个叫做中段班的囡仔，拢去外国。在替外国打拼，真正咱的囡仔是在固守台湾这个土地，这就是咱在教竞争。啊，将好好的囡仔嘛，甲伊分出去。但是咱看甘心夫唔是安尼，伊是讲无论什么种的囡仔，咱甲伊揽做伙，这叫做融合教育，融合。甲伊揽做伙，融合教育，互无同款的囡仔做伙。因就会当伫啊学习安怎三角帮衬，安怎欣赏别人会无同款哦。咱先讲到这，休困一下，再个来继续。甘心夫的努力，你也看咱台湾的教育政策嘛修改哦。啊，唔单呢，咱即马看见学校大部分拢有设什么？设了叫做特教班、特教班，叫做特殊教育班。因为这囡仔较慢，教的方法无同款。伊有一边去参加这个特教的研习会哦，这个特教。诶，研习会，即老师诶，研习会，伊就有听到老师安尼在讲，讲啊，即种诶囡仔，即个程度无应该入来伫即个班内底。啊，另外一个老师在讲，有影有影哦，若拄到虾米 case 诶囡仔，拢无适合。甘心夫开会中间就作秀气，讲即个老师诶言论已经在表明，因无适合做即种特教班诶师资。后来下课了，伊就甲这个老师私下间讲，唔是这个囡仔无适合特殊班、特殊教育班，是特殊教育班已经无适合这个囡仔。意思就讲，恁做老师的无适合伫这种的教育的行列的内面。伊就捌讲这个故事甲经验，伊讲有一边一个细汉查某囝拄拄出世。啊，老母感觉这个查某囝出世安尼，无亲像人在讲讲，哦，水个高追，伊感觉讲小可较歹看，不过不要紧哦，不过不要紧。啊，然后伊抱去卫生所，伊讲这个老母抱去卫生所，卫生所的医生在打囡仔注这种幼儿的疫苗的时阵，这婴儿疫苗的时。卫生所的医生发现，即、这个老母是伫厝内啊，三宝来接生，所以无得注意即个代志。后来伊抱去卫生所，卫生所医生讲：“哎，你的囡仔怪怪，你是不是得抱去大病院检查？”伊讲：“你的囡仔有可能是有唐氏症。”啊，即、这个老母就惊，赶紧得抱囡仔去大病院去挂号看医生。医生就甲伊讲：“啊，确实。”你的囡仔有唐氏症，哦，这个老母逐日拢真伤心，两个夫妇啊一直哭，讲哪会生出这个囡仔？后来有人甲伊介绍，讲你去台南瑞富随和去找甘心夫，因就真正囡仔抱咧走去找甘心夫，找到甘心夫，甘心夫。看到这个囡仔，就来讲有够古锥。啊，你头讲这个囡仔即马已经几岁？伊讲两个月，伊讲赶紧两个月已经会使开始咯。啊，这爸母听一个惊一个，两个月的囡仔是要安怎开始？伊讲会当啊，就安尼开始，啊，伊教这对爸母哦。因住的所在伫台南，啊，住离瑞福无介远的所在，开车差不多半点钟，一礼拜去一遍。因为因离学校较近，啊，就去学校即个文教基金会
一礼拜有三遍，因去遐做复健哦。去这个基金会合作的病院诊所伫遐做囡仔的复健，安尼经过偌久？经过两年，这个有唐氏症的囡仔已经会晓徛起来。三岁时，这个囡仔就送去对，送去伯利恒所办的这个基金会所办日托中心，吼、哦，日是送去迄个所在，伫迄个托育班，伊伫遐有迄个物理治疗师，逐日甲伊按摩，啊，对对，开始做，伫对伊个手，然后伊个脚，啊，然后到伫伊个腰个所在，逐日甲伊按摩。后来即个囡仔。佮经过甚物治疗？语言的治疗，有物理治疗，有职能治疗，啊，佮来就是有语言的治疗。因为经过这种的治疗，这个囡仔开始会晓讲话，这个囡仔嘛会晓唱歌，所以伫个日托中心，这个婴仔发展到三岁，日托中心伊嘛佮其他的囡仔学唱歌。伊嘛甲其他个囡仔上课，虽望伊在唱个歌，迄、那个音阶抓袂介准，但是拢真欢喜。啊，然后甘新夫就安尼讲，伊讲学校有毕业典礼，学校伫过圣诞节，即、這个囡仔拢会当去哩跳舞，啊去唱歌表演，因是当看到。好哦，流目屎，讲因唐氏症的囡仔，咪当发育加遐尼好势。甘新夫伊就安尼讲，咱若是无予即个囡仔有早疗的机会，若无早疗疗育的机会，即、這个囡仔可能一世人的日连抬头要抬起来看天的机会，都拢无，迄个困难。卖失落去，这是甘新夫伫讲的一个理论。伊讲哪早来治疗，咱的囡仔就哪来哪好势。伊后来就伫客家这个伯利恒文教中心这个基金会中心后面有一片园啊地，伊就伫遐起一栋大楼，啊，起大楼内底就有真济设备，包括有图书馆，啊，佮包括有即落父母三甲来分享。我头先有讲过，伊有办一个幼稚园，吼、哦，即、這个祖母幼稚园，啊，即有好势囡仔九十个，啊，无好势囡仔四十个，伊讲。在这个中心呢，这些好势囡仔的父母，甲无好势囡仔的父母，大家人会当做伙话来，做伙熟悉。因为父母熟悉，囡仔自然就会做对。啊，唔但做对，有的是囡仔做伙地教父母做对的，大家就会分享，啊，佫会当三角关心。伊讲，这就是予囡仔成长上大的礼物。真侪人伫分享，真侪人伫关心。后来有一个基金会，后、哦、即、这个、基金会真感动人，叫做施碧辉基金会。施碧辉基金会就倒脚手出钱来起一栋中心的大楼。甘新夫伫台湾的时间，咱会当通知。伊对1963年来到今，已经经过54年的中间。伊对1976年开始在上这种启迪教育、这种早疗教育嘛，已经超过40年。伊讲伫台湾这段中间啊，伊上爱的一项就是讲。闹闲，伊就想要困哦。伊讲上大的兴趣就是困，安尼就是表示伊的工作是真忝。啊，过来，伊讲伊真爱看杂志，伊拢有对美国定这种特殊教育的杂志的刊物来接受新的知识财物。甘新夫伊在讲，伊较早伫苗栗的时啊。
十一年的中间，伊的经验就是讲，会友定请伊食饭，差不多拢在请伊食饭。伊讲来到客家，来到台南，伊讲足少人请伊食饭。不过，伊落尾讲一个真趣味，伊讲其实毋是食饭的问题，是迄个交配。伊落尾家己啊受邀请介绍，啊去加入客家胡伦社，伊讲。最趣味是加入客家胡伦社，伊讲客家胡伦社，因为伊个身份的特别，佫是伊在推动即个早期疗愈的运动，所以客家胡伦社的社友，大家人拢会听伊分享，因为听伊分享，就即个胡伦社对伊个伯利恒基金会所得做的工课支援真济。伊讲伫胡伦社，伊得到真济个帮赞。对1963年到伫即阵，伊来到台湾超过50年个时间，伊就有即个感触，安尼讲。伊讲我虽然已经年老82岁，伊讲，但是为着台湾未来即个融合个教育，伊毋忘。会当搁再加做一寡代志，伊有下一个真大诶心愿，讲一定要互台湾所有遮迟缓儿诶囡仔，会当得到上介好诶照顾环境。甘心如即摆耳孔有较重，但是虽然行动嘛有一点仔无方便，不过。咱会当通知，伊在推动照顾这种迟缓儿的工作，毋捌停止过。伊会当讲真好的客话，讲台湾话，讲华语，讲台语的话，所以伊讲对生命真正毋通放弃。每一个生命是上帝所赐，伊讲那些当就是死去。伊嘛毋忘会当埋葬伫台湾即个所在，伊讲伫伊个世界内面，台湾是伊个家，伊讲台湾个囡仔拢是伊个囝儿，伊讲每一个囡仔伫伊个心目中拢是共款个，伊讲互所有遮个所有心地发育有特爱个囡仔。拢会当抬头起来，意思就讲，好只个发育有困难的囡仔，伊一个上大的心愿，就是讲，好因个头抬起来，看到搁较大的世界，一个就是甘心福一世人伫努力的目标，伊确实疼咱台湾，唔但是安尼，伊嘛实在是会肯定。受称呼做台湾特殊教育的开拓者，所以称呼伊做特殊教育之父，拢是真适合的。咱真感谢有这个神父在教育的顶面帮助咱。多谢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平安。